爸爸，谢谢你给我做最爱吃的炸鸡。大家好，我是胖龙，想吃鸡腿了。今天二十块钱买了几个枇杷腿，咱自己做，又好吃又健康又卫生。想吃的朋友可以照着学一下。179，刚才用葱姜蒜、盐、五香粉腌了一下，现在裹上面粉都可以炸了。油热下入鸡腿，小火慢炸，给它轻松炸。这个掉的咋样？掉几个？掉几个？对对，也没少掉啊！啊，没少掉啊！干啥了，胖龙？给鱼清水的吗？嗯，我瞅瞅底下看有死鱼没有？炸了有8分钟了，给咱捞出来，再给它复炸一遍。自助炸鸡腿，爸爸真香呀！一回来先想着吃鸡腿嘛。对，去去去！煮个，搞我的小米飞镖。再煮个面。小米飞镖。你，菜包先煮一下，汤包，面。干鸡不？面配炸鸡，小孩的最爱，也是我的最爱。爸爸，谢谢你给我做最爱吃的炸鸡。谢谢。这炸鸡啊，它叫是外焦里嫩的，外面焦乎的，里面嫩滑滑的。你一方月就有这么多好吃的饭，怎么着？你遇到孩子，你跟他孩子做不做这么好吃的饭？用我做啊？有人啊？咱老婆都给我做。啥人出粗心呢？你不能啥人都依靠住，老婆都给你做饭，咋弄咋弄？你得学会你去做这个饭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懂不懂？男孩哪有不会做饭的，是不是？你看哪个男孩不会做饭？大叔叔，我会做饭，还套老婆子做。你看，这慢慢的汁水，这个男都有水，跟那女孩那脸上嫩滑滑的。他俩吃完了。这个多味道，他要是他又想吃炸鸡，我都给他搁家里做，我都不给他买，我都给他做。我昨天替你做嘞。我下午我不给你做了。你啥活你咋提到哎？我给你买。
啊，乖，你又吃一个是呗？吃这个别吃了啊！我俩留着晚上我你回来再吃。嗯。好吧，朋友们，我吃饱了，他也快吃饱了，今天就到这吧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泡面，这泡龙啊是真的龙不可。大家好，我是泡龙，这泡面啊是真的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但是有些朋友说吃泡面是不健康，今天呢，咱们放进里面的调味包，做一个又好吃又好吃的泡面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准备了有肥牛卷、肉丝、切点葱丝，再弄点番茄丁。锅中来块猪油，油热下入肉丝儿。猪油炒猪肉，香煎荷菜鸡，肉丝炒白，加点三白，下入葱丝，炒出葱香味儿。来一小勺豆瓣酱，下入番茄丁，继续翻炒。加入清水，来点五香粉，这个盐啊都不用了。喜欢吃胡椒面的再来点胡椒面，我喜欢吃。来个鸡蛋，给它搅碎。水开，倒入鸡蛋碎，下入肥牛卷，肥牛煮变色，再给它加点水。下入泡面，你能想到泡面也能这么高级？泡面出锅。再来点虾米，看我做这泡面有没有食欲？说实在的，用心做一碗面。嗯，他那现在装起来了，不是哈？来吧，盒。来吧，这泡面你一碗我半碗公平吗？你我公平都公平。我不要我说，我要你说，公平不公平？公平。哎，对了。不过真好吃这泡面，这个面都该大头吃。这面吃不真有味儿。我们这盆面80面你买不买？谁给你？你还80呢？不好吃完了？吃完了呗，真棒！真吃完了？真棒！真吃完了，你看看。我吃很香了，真吃完，真棒。你看看。啊，你那要再倒一点吗？咦，还，这，还搁那说，我吃完了。嗯。哥们，这个面吃着真带劲。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咱们下期见。